长这样啊？婷婷，白眼龙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亏我还那么相信他。这世上本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。是阎王爷吧？勾魂鬼差，牛头马面，地府判官啊！不要慌张，你还没死，我用法术救了你。救我？哎，我还活着。我还活着，我还有心跳啊！你救的我，你是谁？你不是阎王，那你是哪儿的高人啊？啊，这又是哪儿？你怎么会跑来救我？这到底是在哪儿？闭嘴！是非救你不可，但你的这条命还要不要？要。说吧，你救我是为了什么？我喜欢聪明，我要护心灵。我没有，那便用你的恨意把它夺回。做不到。你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个人。我说过，我不是非救你不可。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你若是得不到，你就别想活。